欢迎我们的武圣出场，掌声尖叫！大叔的声音好啊，大叔的声音好啊！来，好，这是我们三妹堂的时尚武圣，第一次创作时尚武圣，超现代感的。好，往前往前，好，来，左边拍拍，右边拍拍啊，定格。来个 pose， 给大家拍一下。好，这边拍好，换边来。好，送个飞吻吧。帅哥，这儿你走这儿了。啊，换边，换边，换边。好，应观众要求，我来了。来，飞吻，飞吻。太棒了，好，谢谢。我饿得像块吃。谢谢，我要回去拍个照，拍个手吧，来吧，再见，再见了，放下了，哦，好了好了，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老师哈，我们的老师，你先，你当黑点，我的衣服。人情如故，英雄本，公绩不公，天下无。匹诺过心雄无下，蒙牛请书名两尊。大家好，我是平世海。好，欢迎我们的老生出场。哎，阿贝拍手，哎，耶，后面的绣花，后面的绣花，好来，那这个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老生哦，这个全部都是手工绣的啊，这个都手工绣的啊，啊，这是一个很华丽的网友，那你们看到的这些衣服啊，都是我们现在这个操老师有凤老师制作的，哎，是，哎，往前拍一下啊。啊，定格拍照啊！这个飞了吧？啊，换边，我换边了，来换边，换边，好定，好换边，换另外一边啊！送个飞吻是吧？好来，啊，真是哦、啊，好，谢谢，好来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小丑要登场了。哎，我来呀！哇，我元气甲先出来。哎呀，看到这么多人，真是高兴哇！嘿，好，做个动作，大家看一下啊，翘个二郎腿。哎呀，不拍手我不出门了，拍手，好了，我出来了。哎，我来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三妹堂第一丑角卖笑声。哎，卖笑声不是卖我的笑声啊。好，我给大家来个我的声，这个喜怒哀乐好了。我看到这么多人在这儿，我很高兴。嘿嘿，啊，那生气了，我生气了啊！好，生气了啊！来，痛苦一点。昨晚对奖没中，真是太惨了，哎呦喂呀、啊！好来，快乐啊！看到你们在这儿，我很高兴，快乐的不得了，我哈哈哈哈。啊，谢谢 OK， 谢谢我们的小丑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还想再看吗？想。哇，真是太热烈了。好，那但是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体验活动啊，就是让你们可以抱抱亲亲我们的木偶。
哦，好，还可以超偶，所以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超偶师啊，带着我们的透明内体上来啊，先让我带一下我们的志源老师，欢迎一下我们的志源老师的透明内体。好，来，先看一下啊，先看一下。哎，来，这个就是我墨的内部构造啊，本来它是一块布，现在是做透明的。左手的部分呢，就是有一只棍子要贴地头啊。